我们老板就是星期六也得休息，节假日也要休息。嗯，就8月17号马上也要放高温假了嘛。放多长时间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。平时吧，比较喜欢打麻将。今天这人算多的还是少的？今天算少了吧，今天。嗯，平常都会排队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人排队排到那边。那你们老板是不是重庆最任性的老板了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是。那个是什么油呀？这是红油，我们这个面都全靠那不叫油。咱这不用老油哈。哦，不要老油，我们就天天提取。咱家这个面馆开了多少年了呀？开了17、18年了。那像您这有没有算过一天能卖多少碗呀？我们那冬季量最多300多碗。300多碗？哎，大哥，你们几个人呀？4个牛肉。啊。两个精皮卤狗。是吧？肯定噻，经常吃的。经常吃哈。都可以。老顾客了，吃了多少年了？好多年了。一个牛肚，5个牛肉，1个牛杂酱。那像咱一天面得准备多少呀？每一天是110斤，卖完就完了，来晚了就吃不上了。就是我们上班。那个是什么汤呀？面汤还是？那是牛骨汤。牛肉大骨汤啊，牛骨汤。说这个是什么？牛肉的哈。这一份多少钱？25，4块，26，4块牛肉。来，就是。老姐，这个是什么？蹄筋儿的啊，蹄筋儿多少钱？牛筋皮多少钱？26。这个是什么？牛肚，牛肚多少钱？26。啊，都是26，咱家面。哎，牛是26。啊。牛肉炸酱18。啊。咱最贵的面是多少钱呀？140，140，哎，最贵的哈。那是什么面呀？全牛的。全牛的，哎。那每天有人吃那个全牛的没？有。一天能卖几碗全牛的？8、9碗。8、9碗。4来碗。像全牛的话，里边都有啥嘛？我看牛杂都一样一份了。全牛的就是所有的这六个品种全部都打。加碗。啊。这个是炸酱的啊，炸酱是多少钱？炸酱18。18。啊，还有牛皮，纯牛皮的。我们全是全。这里边大概能放几两牛肉呀？那个嘛，起码3两牛肉。3两牛肉。对，肉是3两。玩肉确实看着可足了，6个。这个是牛肚。这是啥家子的？牛肚的。哎，你休假是不是回去为了打麻将呀？你的爱好呢？是唯一一个爱好。唯一的爱好。生活嘛，生活带来是钱，是吗？啊，劳逸结合是吧？不能太累了。但是关门会不会影响咱的生意？我们不会影响我们生意啊。就是休再长的假了，开门生意照样好。哎，我们都还要提报，都还那一天。啊，开门的第一天都是生意都提报了，生意都很好。牛肉的是不是卖的最好？我们都卖得好，都卖得好。每天就这么几锅，然后卖完就完了。这会儿是11点多，就已经快卖完了，肉已经快完了，还有这么多人排队。鼻子都抠出血了。好吃不？他们家面？好吃。好吃。你是在这附近上班呢哈？对。吃了多少年了？对，好多年了，7、8年了吧？7、8年了。他们家是不是你每次来都要排队啊？对。生意一直这么好哈？这10多年前就开始吃了。10多年前就开始吃了。今天等了多久吃上的？半个小时。看一下啊，我要一个35的牛杂。哇塞，面巨多，肉也巨多。我觉得啊，这一个女生啊，完全吃不完，这得2人份呀。看这大块的牛肉，看着就好过瘾呀。我听说啊，在重庆啊，都得要用老油做出来的东西才好吃，但这个阿姨啊，专门有强调。他们家是不用老油的，像做出来这个味道，卤香味特别浓，而且不是特别辣。他每块肉都切得好大块，看这个肚子。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红烧牛肉面呢。
牛蹄筋，嗯，还软糯。虽说不辣，但也属于重口味的，油大卤香的。都没了，都没了，啥都没了啊！我们吃着一半呢，这会儿已经卖完了，然后没吃到的直接就排白排了，直接走了。